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刚刚跟大家简介盂兰盆经，那可说中元节的由来也是跟盂兰盆经有关系的，因为是佛陀亲自交代佛弟子们在每年的7月15日都应该奉持盂兰盆斋，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因此当时印度是非常的盛行的，传到我们中国来也是盛行不衰，但是由于本质上的关系以及流传的长远，因此就有所改变。所以本质是盂兰盆斋供养的对象必须是十方僧众，但是现在末法时代这样的僧众几乎凤毛麟角乃至已经没有了。佛法分为三个时段，也就是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正法时代就是500年，也有说是1000年，但是以500年啊为普遍的说法。相法是1000年，末法是10000年啊。那么现在呢是末法时代。所谓正法是教行正俱全，在正法时代有教理，有修行者，也有正果的圣众。那么相法呢，有教有行无正。相法时代有教理的存在，也有修行者，但是正果的已经没有了。那么末法时代是教还存在，但是行正没有，也就末法时代教理还在。所以现在三藏十二部经到处都有人在印经在讲经，但实际呢修行者已经没有了，也就是有教无行正，没有修行者，当然也没有正果者。这当然是很悲哀，但也是很现实，因为这个是五浊恶世，离开佛陀时代越远久，众生根基越低劣，善知识越少啊。那么演变，所以现在呢，要如实如法的举办盂兰盆斋，那是有所困难的。又随着时代的演变，因此这个盂兰盆节中原超度的样式就多变，有多样化，而且演变成所谓的七月之中，从7月初一到7月底是天天普渡，不只是7月15，而且是处处普渡，不只是佛教的道场，同时扩大做法，扩大对象。扩大做法就是各种超度的方法，扩大对象就是超度的对象不只是自己的亲人，也包含着水陆空所有众生。我在民国72、73年在普门寺7月初一到7月底都在普门寺天天主法放眼口，
那么也因此有人大多数误以为七月就是鬼月，因为超度对象大部分都是堕落，堕落三恶道的，那堕落三恶道都认为就是鬼，因此七月份呢忌讳比较多，所谓诸事不宜，凡事喜庆的事情都不适合在七月举办，比如说结婚啦、搬家啦、动土啦、开业啦、等等啊，那这是误解的。时日没有好坏，这个地理决定于天理，天理决定于心理，心理改变一切就会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就存善心，说善话，做善事。那最好呢就是念佛，时时刻刻这一句佛号念念不断。其实中元啊，中元节七月份啊，中元节啊，七月十五号是佛欢喜日，是佛欢喜的日子，所以并不是不吉祥的忌讳的日子。生自自日也是十方僧众经过三个月的潜修有了成就，也叫做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就是表达孝亲度自己的父母亲人的，所以是孝亲节。所以七月份呢也是孝道月，也是报恩月，报父母之恩乃至报众生之恩的月份啊。因此呢，七月份可以说是福田月、功德月。为什么？处处都在诵经拜忏念佛，都在行供养三宝，所以就福田月、功德月。所以七月份呢是吉祥月，而不是鬼月、忌讳的月。那么末法时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超度我们的祖先啊？先来讲超度。什么叫超度？又怎么样来超度？所谓超就是超越，度就是度脱，让堕落在地狱的亲人超越地狱，度脱地狱到恶鬼，或到畜生，或到人间，或生在天界，乃至于超越三恶道，超越六道，离开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叫做超度。不过要能够超度到极乐世界的话呢，那只有念佛，其他的超度呢顶多就是离开三恶道，到了刀立天要离开超度，离开六道轮回，那是很困难的，只有阿弥陀的力量那么超度呢分为四种：一、超法，超度的方法；二、所超，也就是所要超度的对象；三、能超，也就是超度的本身第四、超处，超度对方到哪里先来讲超法，超度的方法。以佛教的各个法门都有超度的功能。那么佛教呢概略分为两门，就是圣道门跟净土门。所谓圣道门呢，就是包含大圣小圣，大圣之中包含显教跟密教。那我们呢是大圣，我们是显教。显教的超度方法主要就是拜忏，最有名的就是梁皇宝忏，或者是水忏。
那也有放眼口做三十啊，或者是拜金刚忏、地藏忏。那要大场面的话，就是做水路啊。那其他的忏有法华忏啊、药师忏啊、大悲忏啊、净土忏啊。但是一般超度呢，都是不是两法就是水忏，或者是眼口啊这一些。比较多啊，这是圣道法门的啊。但这个呢，也都不容易。梁皇宝忏啊，要五天的时间啊。那么水路啊，也要一个星期，而且准备的礼请的。人物东西都要非常的多啊，都不容易。那放眼口啊，也不容易，因为主法者如果没有功夫定力，那是不能达到效果的。何况做这一些，有一些呢，都是留一种形式，很难达到。实质的效果，这就超的方法来讲啊，圣道门的方法。那么如果以净土的法门呢，啊，就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力，自力累积功德来回向；一种是他力，他力是完全靠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直接使自己的先人离开六道往生极乐，这个是简要就这个超度的方法。那么所超啊的对象呢，以目连尊者来讲，他的对象就是母亲。以佛陀的开示来讲呢，是达到七世的父母啊。但佛法功德是广大无边啊，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不只是七世父母啊，况且父母。也都可以超度的。那么所超的对象呢，是历世的生生世世的父母，甚至也包括法界的众生啊，大海的鱿鱼类、水族类啊，或者是路面上的走兽类，或者空中的飞禽类。就通通超度啊。那么就能超的人来讲呢，就是他本身要有德行、有修行。刚刚讲眼口的这个主法者，真的非有德有修，那是不能够当主法的眼口的啊。那其他也是一样。比如说拜梁皇宝忏、水忏，这个诸法者都要清净心，有虔诚心，有定心、真心为施主来做这一场法事啊。那如果是水路的话，各个堂口的这个诸法者也必须是有德有修的。那超处。抄到哪里去呢？往往就是顶多抄到刀立天，刀立天，因为要出三界的话，对方如果烦恼还在，永远不可能处理三界轮回。只有极乐世界能够不断烦恼得涅槃，那是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专对净土法门。的超度方法来讲，刚刚讲净土法门呢，超度方法也有两种，
就是自利跟他利。自利是什么呢？自利就是我们呢，这个譬如说以念佛为主，然后以诵经持咒或其他功德来辅助，把这一些回向给阿弥陀佛，回向给我们的祖先，以这来感动阿弥陀佛，来救度我们的祖先，这就是自利啊。那自利呢，其实自利是薄弱的，靠自己的力量念佛啊，念佛是也不能念到清净心啊。那么即使一天能够念十万声，靠自己念佛的功德还是有限，何况诵其他的经、持其他的咒或做其他的善事，一起回向，功德也是有限的。原因在于我们有烦恼，没有三轮体空，所以所做的任何功德都是有漏的。那有漏的功德呢，叫做虚假的、不实的、颠倒的功德，不是真实的功德。所以如果认为这一句佛号是我在念，靠我念的的这样的功德来回向，那是有限的，这叫自利啊，自利。那不是说就不能达到目的，也是能够达到目的，也能够虔诚心啊的念佛，也能够让父母往生极乐世界，只是说它比较困难，而且呢没有100%的把握啊，这是自利的摧限啊。那他利念佛，他利念佛就完全靠阿弥陀佛啊，专一靠阿弥陀佛，所以这一颗心呢是专一的、一致的、有一心无二心的、一心一意的，这就是阿弥陀经所讲的一心不乱。阿弥陀经所讲的一心不乱，其实不是禅定上的说要功夫成遍梦寐一如的一心，或者是断烦恼是一心离一心，不是那一种的，是讲以我们的凡夫心还有烦恼的啊，没有禅定功夫的，没有清净的啊，可是呢你就一心一意的依靠阿弥陀佛，只走阿弥陀佛这一条路，不盼望期待其他的，因为晓得其他的不能够期待，力量不够，所以他是呢全身靠倒阿弥陀佛啊，也就是说他有清净心念佛也是靠阿弥陀佛，不靠他的清净心，他没有清净心念佛，他也是靠阿弥陀佛，不靠他的清净心。不、那也不管自己念得多念得少啊，他就是尽他的力量，乃至于力量尽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众生往往都是有心无力的，检讨自己觉得自己并没有尽心尽力，就好像孝顺，大家敢说他尽孝了吗？修行来讲，大家敢说他日日夜夜都尽心尽力在修行吗？所以要尽力，我们呢也自觉惭愧，尽不到力，那这样怎么办？就是完全靠倒弥陀，任凭弥陀就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去念佛，这个就是他力。他力，那他力必须要有他力的依据，并不是凭空
说他力就是他力。那等一下呢，会引用这个念佛度往的理证，理证理就教理上道，经教经典之中佛陀所说的，只要念佛靠阿弥陀佛就能够超度祖先，会引用那一种例子。那么在这一些超度方法当中，不论圣道门净土门啊，是以他力的念佛最为方便还有直接，同时达到最殊胜的效益。方便是说念佛大家都会念，大家都会念，不管出家在家，不管清净心不清净心，不管善人罪人，士农工商，认识字不认识字，有智慧没智慧，为什么呢？只要你有这个心念佛就得了。那这样的话，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超荐的，不一定要参加什么法会，请某个大德来主法，自己就是主法的人，自己就超度的主人。这是就人来讲，就时间来讲，不一定要在中元节那一天，不一定要在七月份或清明节，是一年365天，天天都可以超度，时时都可以超度，因为念佛方便嘛。那就地点来讲，不一定在大雄宝殿，在寺院，在念佛堂，在道场，随处都可以念佛，走路可以念佛，骑车坐车开车都可以念佛，做事也可以念佛，只要不动脑筋都是可以念佛的。而且不认识字，识字不多，不能理解经义也可以念佛，因为念佛顶多就六个字，你六个字不认识，那会念这一个声音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不一定要有法本啊，梁王宝忏要法本，水忏眼口三十系念，任何拜忏的诵经的法会那都要法本。那没有法本或不认识字，那就没办法。但是念佛不用法本，任何念佛也不一定要深入经藏理解教理，念佛也不一定要认识字，不认识字的都可以念佛。不过现在教义普遍，认识不认识字的几乎是没有的，现在没有文盲。主要在说念佛是最方便的啊，随人随时随处随缘都可以念，都可以超度的，同时又是最直接的。直接就是说直接超度出六道轮回，所以最直接，要最超胜的殊胜的，是到了极乐世界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光寿无量，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我们到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会跟他一样的无量寿命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就是生命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了，超越时间性，是永远存在，而且是自由自在无挂无碍的，这无量寿命。那无量光明就从此呢有佛的智慧，有佛的智慧就会流露出佛的慈悲，
神通、愿力，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就会跟阿弥陀一样。到了极乐世界不跟阿弥陀一样，会跟谁一样啊？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接下来呢，要引用经文，也就理证啊。我特别把有关的经文简要的啊，编成一篇，分成几个段落，标题就《念佛度往之理证》。第一，引用《庄严经》，《庄严经》也是《无量寿经》的内容的一种。《庄严经》说：“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这一首偈语是阿弥陀佛在法藏菩萨的时代还没有成佛，为众生成佛，为众生发愿所发的这个愿的一个内容。这一首偈意思就很清楚明了，他说轮回出去众生类，不管是轮回在哪一道，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天道，不管是在哪一个世界啊，这一些众生速生我刹受安乐，希望快一点啊，我能够往生到我将来成就的极乐世界受快乐啊。他的原文是说快乐，跟安乐是一样的。这个乐呢，就是涅槃之乐，才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安乐。如果还没有达到涅槃之乐呢，那么还不是究竟的。所以意思就成佛速生我刹得佛果的意思啊。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阿弥陀佛说，他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他的心都安住在大慈大悲的状态当中，要拔度有情，有情就十方众生，同时呢度尽阿鼻苦众生。十方众生当中罪业最重的、受苦最重的、时间最长的，就是阿鼻众生。那么最难度的也是阿鼻众生。阿弥陀佛说他要度尽阿鼻地狱痛苦的众生。阿鼻地狱的众生如果分为两种，一种是还在这个世间在造作阿鼻地狱的恶业，还没有堕落下去；另一种是过去是造阿鼻之业，现在堕落阿鼻地狱，受阿鼻之苦。阿弥陀佛说这一些众生，他又把他呢渡到极乐世界，免得他们受这个苦，将来又在造罪造业受苦受难，使得他们到极乐世界成了一尊能够广度众生的佛。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悲心啊，达法藏菩萨的时代的一种悲心悲愿。那他现在已经成佛了啊，就表示他这一些愿已经达成了，愿已经达成就有那一个力量啊，不是说只有那个心愿但是没有那个力量。那阿弥陀佛有这样的悲心悲愿，就表示所有众生没有一个遗漏，阿弥陀佛都要救他，都有力量能够救他到极乐世界。想想看，连阿鼻地狱罪业已经到了极重最深，也能够救度他，也要救度他。所以这一段呢，表明阿弥陀佛有救度三恶道的这个愿跟力啊。再来一段法语，三恶道中
地狱恶鬼畜生皆生我刹，受我法化，不久悉成佛。这个经文都是浅显明白的。三恶道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三恶道的众生通通往生我的极乐世界，接受我法的这个熏化，使他很快的都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表明阿弥陀有愿心有愿力能够救度三土众生，那三土众生都能够救度的，何况是人道天道的众生呢？接下来第二段《无量寿经》说，若在三土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无复苦恼，寿终之后皆蒙解脱。如果在三土地狱恶鬼畜生这么极为极端痛苦的地方看到了阿弥陀的光明，当下所有的痛苦就没有，就休息了，就不再苦恼了。就好像一片黑暗，光明一进来，不论黑暗有 多大，黑暗的时间有多久，就在当下一片光明。受终之后皆蒙解脱，受终之后他果报尽了，就到极乐世界。皆蒙解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意思。见此光明是谁的光明啊？阿弥陀佛的光明。我们后面庄严土啊，就是阿弥陀佛来迎土，两边有一个对联，这个对联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法语，就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少。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当然包含地狱恶鬼畜生，通通在阿弥陀的光明照耀当中。目的是要把念佛的众生摄取不少，所谓摄取就是现身保护他，临终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从现在一直到他临终到往生都没有片刻的离开。那么这里所讲的三土疾苦众生见此光明，这个三土的众生苦得不得了啊，尤其是地狱，地狱他们是分分秒秒都是苦啊苦啊苦啊的感受，没有其他的念头的，他们怎么能够念佛见此光明呢？那就必须靠我们阳间的亲属为他们念佛，这样阿弥陀的光明就会照耀他们，把他们呢摄取到极乐世界。这个也就是念佛啊，很容易能够直接超度出生超度的这个原理的地方。各位莲友这样了解吗？那其实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相通的，本质上都是一个佛性。而这个法界所谓天堂地狱恶鬼畜生此世界他世界十方世界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起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祖先，那么阿弥陀佛自然就会到我们的祖先那里，所以我们的心念跟我们的祖先跟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是结合在一起的。再说佛的境界哪有时间性，哪有空间，哪有万物对待，这一些佛是没有的。
佛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万物，所以对佛来讲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万物，他时时刻刻都处在现在，他没有此方他方，他时时刻刻都是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这个地方跟地狱的地方、恶鬼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因为频率不同，所以不能够互相见面在一起，不能够感应道交。可是佛的境界它是无碍的，没有受障碍的，它是可以感应道交的。因此我们专心一意，虔诚全心的、全心诚意的念佛，自然跟阿弥陀佛感通，自然跟我们的祖先感通。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佛法无多子，讲起来佛法不深奥，佛法不多，不玄奇，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就空性。空性也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万物，这一些都一体性了。接下来优婆塞戒经说，若复上以多恶鬼中，此为追福，当知即得。这也是引用净土经典之外的经典来证，来补充证明经典净土经典所说的能够超度超度这个三恶道的众生的一个证明。这里是说，假设父亲死了之后不幸堕落在恶鬼之中，那么他的孝子为他追福，所谓追福呢，就是做福德善事。那福德善事无非无非就是诵经拜忏，或者是做布施一些善业这个就追福，来回向给他的父亲当知即得就应该知道，这样的话他的父亲就能够得到就能够获得这样的福报功德，有了福报功德就能够离开恶鬼道。之所以在恶鬼道，是因为他再生的时候贪心牵念，只想拥有不想付出，哪不应该哪，用不应该用，贪不应该贪的，赚不应该赚的，结果就是堕落恶鬼。接下来随愿往生经说，若有临终即死堕地狱，家内眷属为其亡者念佛即转送斋福，亡者即出地狱往生净土。可见念佛是可以让亲人离开地狱往生净土的那怎么做呢？就家里面的眷属所谓眷属就是儿女们或子孙子们或旁边亲戚们这个就眷属，为他念佛主要就念佛，即转送斋福。转送就诵经，斋呢就刚刚讲的盂兰盆斋、半斋、供养三宝但主体就是念佛，这样就能够让亲人处理地狱。这都是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又说，现在眷属为亡者修福，如想远人，无不获果。现在的眷属为死去的亲人修这个福报，做这个福报，就好像如想远人，这个想就是送食物给远方的人我们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男人们到田地里去耕作，那妇女们就在家里面做饭送去给田里的这个丈夫啦或男众们啦食用这就如想远人如同想远人。因此
没有不能获得这个果报的。又说，譬如世间犯罪之人，心中思维望诸眷属，求诸大力，救其为恶，今日烧香望得解脱。这个就是打比喻啊，比喻我们现在犯了法啊，那要被抓去关啊。那如果我们去仰求有一些名望的人啊，议员啦、明代啦啊，来说说话啦，或许能够反省啊，或者想尽办法就能够解围啊。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为王者称其名号，修出功德，以福德之力原是解脱，亦复如是，净生十方，无怨不倒。我们为去世的人称念佛的名号，还有修其他的功德，那么以这样福德啊，称名号修功德的力量，就能够使得亲人解脱三恶道之苦啊，也是跟世间犯罪的人请这个大力者来解围是一样的啊，就能够使得这个堕落的亲人离开三恶道，离开六道，直接往生到十方的净土啊。所以这一种愿望呢，是可以得到的啊。《梵网经》也说，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福至王者得见诸佛，生人天圣啊。这里也是在讲这个诵经啊，能够超度仙人。菩萨戒经是出家众受菩萨戒啊的这个经典，乃至于在家众受菩萨戒的这个经典，主要呢，它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在讲这个菩萨修行的52个这个阶位，那下卷呢就是这个十众48轻的这个戒条的这个条文啊，是属于菩萨戒的内容啊。那么单单讲这个经典，就可以回向。给死去的人，让他得到好的地方，不至于堕落在三恶道，也不至于在人间受贫穷的这个果报。那这也显示出诵经有这样的功德。那隐显背后说明念佛的功德就更大。我来讲近代一位祖师印光大师，他对念佛的强调。印光大师说，做佛事为念佛功德最大，又说做佛事以念佛为第一，与皆场面好看而已啊。所谓做佛事，就办法会或拜忏，目的就是超度，也就是超度的法会。那么做这超度的法会，刚刚讲有凉房啦，有水忏啦，有30系念啦，乃至于金刚忏啦、水陆等等啊，但这一些都不如念佛，念佛简单，而且功德又最大，念佛人人都能够做得到。印光大师说，做佛事以念佛为第一，与其场面而好看而已。做佛事，超见的佛事，以念佛为最胜第一的，没有再比念佛更高的了。那其他的这个佛事法会，往往都流于场面好看，没有实质内涵。实质内涵就是诸法者要清净，有修有行啊，然后呢，这个斋主呢也要虔诚恭敬啊，但是往往要达到
这一些条件是不容易，所以只是场面好看。这印光大师所讲的啊，其实只要虔诚做任何佛事都会有功德的，只是两相比较的话还是念佛为第一啊。印光大师主要是在说这一点。那么有这一些理证理的证明，也必然要有事证啊。现在来讲几件事证。在不久之前，也就清朝的时代，有一位妇女啊，姓周啊，姓周。那她嫁的丈夫呢，夫家是非常贫困啊。结婚不久生了孩子，丈夫就远离家乡到外地去谋生，不幸死在外面。那么这个周氏妇女，她也一生守节，不再改嫁，将儿子抚养长大。同时她佛缘很深，她常斋念佛啊。那么她希望她的这个父母亲、祖父母亲，还有外祖父母亲啊、公公婆婆以及她的丈夫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念佛就更加虔诚啊。那么往生的几天，他身体病了，所以就闭户念佛，就不问家里的事情了，专心念佛。那么往生的那一天，他跟他的儿子说，我昨天晚上梦到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还有你的爸爸，都在莲花世界，都坐在莲花上。现在有五色的祥云，有一朵莲花很大，我即将坐这一朵莲花往生极乐世界。您要好好保重，您也要念佛，将来我们极乐世界相见。讲了这个话就断气了。各位人友，他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有。他刚刚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一个人临终所讲的话不可能是欺骗人的啊。他今天往生，昨天晚上就先梦到他的祖父母啊、公公婆婆内祖父外祖父母，还有她的丈夫，都坐在莲花上，在莲花世界。那表示她的愿望，她的念佛达到了目的。为什么？她的丈夫也没有随佛念佛，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啊也没有随佛念佛，可是为什么也能够在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就靠他的愿心，所以他只不过是念佛就能够达到超度这么多的这个祖先。再来讲一件故事。在山东省有一个念佛堂，叫做弥陀之家念佛堂。它成立并不是很久，只有6年多而已。有一个女众，她的法号皈依的时候，法号叫做佛珠，佛珠居士。那个时候她就是五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呢，她也刚接触佛法而已，那对于佛法什么都不懂。什么叫心愿行啊，什么叫一心不乱啊，什么超度的回向啊，他都不懂的。可是呢，他一听到念佛啊，他就很喜欢，所以他本身呢就很喜欢念佛。尽管他不懂教理，但他喜欢念佛，有时候念佛10000、20000甚至几万啊。那么这个山东弥陀之家在6年前，
也就是民国103年8月份开幕成立，这个佛珠居士呢就搬到殿佛堂来住啊。那么他一开始殿佛不久的几天，他陆陆续续的看到他的亲人往生。首先就他的母亲去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9年了，那他的父亲呢去世已经20年了。那么他来到弥陀之家念佛的第一天，在绕佛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他的父母亲在天空上对着他充满了笑容啊。那么他本身呢是嫁了3个丈夫，那他三个丈夫呢也一个一个离开就去世啊。那么有一天他在念佛的时候啊，也是不久的某一天，他在念佛的时候看到他3个丈夫都并排的在他这个母亲的这个后面啊。那他就在想，哎，我这3个丈夫怎么也来呢啊，所以他就更加的虔诚念佛。那么又有一天啊，他看到他的姥姥姥爷，也就是祖父祖父母，还有他的二舅叔叔婶子，这一些去世的人全部都站在他的后面跟着他在念佛。他想啊，我的老爷去世已经40多年了啊，怎么也来了，而且后面又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因为他不晓得念佛自然就会超度祖先，自然就会让祖先们来沾光攀这个福报啊，他不晓得，所以觉得奇怪。在后来有一天的晚上，他在念佛堂念佛的时候，看到他的父亲啊、母亲啊，还有3个丈夫啊，还有他的祖先啊、亲人啊，都各站在各自的莲花上啊，而且看到阿弥陀佛也出现在空中。开始的时候比较远，慢慢慢慢就比较接近，越来越接近。不久之后，阿弥陀佛跟他那一些祖先们就一起的啊，成了一大圈，不久之后就消失了。那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他来讲，他只是虔诚念佛，其他什么佛理、佛教的教理，他根本都不晓得的。可是呢，在不知道、不祈求的当下，也能达到超度祖先这样的效果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念佛最简单容易，谁都可以念。而且最直接、最殊胜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举办的法会，主要就是念佛超荐法会。那当然有一个课诵本，就是念佛超荐仪轨。那念佛超荐仪轨里面所摘录的内容，无非都是净土中主要根据的经典，都是在述说阿弥陀佛的悲心愿力，无条件的要救度十方众生，都在讲这些道理。所以希望我们莲友们笑的时候能够专程一意的专心啊，一致的来跟随
念佛来做超荐，希望我们的祖祖先先都能够离开三界六道，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能够快速成佛。早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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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h.